请你千万不要意外，这件作品啊，我就真的没有录音，忘记录了。为什么呢？因为实在太好听了，听得太投入了。不过你如果想听录音的话呢，没关系。另外一位评论员可怕的阿乌先生，他就用人头麦克风啊，把这副耳机的声音录下来，放在这个微博和哔哩哔哩上面，你们可以听得到。好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一副特别的耳机。首先要感谢一下曾经十九段先生，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我的模特。他佩戴的这副耳机呢，就是塞尔维亚 Real 公司和美国 Requisite Audio 公司一起推出的一款叫 SR1A 的这一副履带耳机。这副耳机啊，在最近的这个咱们说网上讨论非常的这个热烈。然后你看，九段先生的这个表情就告诉我们，哎呦妈呀，实在太好听了，我都听哭了。你看这副耳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用全履带的。你们知道履带一般是作为一个扬声器的高音部分，比如说像金朗就喜欢用履带高音，但是它只是承载一个频段，要真的能够 cover 所有这个频段，像现在这副SRUA 的这个耳机啊，它 cover 的这个频段是30Hz 到 30kHz， 所以是覆盖人耳频段是这么宽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其实这副耳机它搭配的这个有一个适配器的，你们看到旁边有个小黑盒子，一定要搭配这个适配器才能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履带本身天生的这个阻抗比较低，如果你直接接上这个功放的话呢，就导致这个功放可能会因为阻抗太低啊，会导致它短路会烧掉功放，所以呢它就需要把这个把它这个阻抗给它提上来。那么这个拥有这个喇叭渐线处的那个小黑盒子，就是那个叫咱们叫阻抗适配器。那么没有这个阻抗适配器请注意是不能用的啊，这里再提醒一下。那么履带的优势啊，就是作为振膜来说，它能够面积很大，同时它又能很轻，所以它的高频的响应和这个顺态是非常出色的。但难度就是在履带的这个阻抗很低，对功放或者耳放造成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就是咱们说 SR1 的这个耳机啊，据说是非常吃功率、非常吃电流的，厂家推荐是起码你要用100瓦以上的这个功放才能够用。这幅作品呢，我现场听了一下之后呢，是非常感动的。这种感动是真的是由内而外的，不是单单说首先这样讲，就是说这是我在听过 K1000 之后第二副能够感觉完全接班 K1000 的耳机啊，所以我对它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这副耳机能够完全重现 K1000 带给我的那种开扬性，那种开放感，那种优点，全频段的这种咱们说一次过的这种衔接，以及整个音场出来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我是非常觉得说厉害的。而且我很感动的是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够在耳机这个部分上能够听到这么杰出和这么有创意的作品。履带不是一个新的这个振膜材料，但是作为纯的这个耳机振膜材料来话，相信是攻克了非常大的这个难关的。那么这个耳机的这个外观制作啊，我从照片当时看是没看到实物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呢要告诉你们一句实话，实物永远没有照片这么漂亮。我要指出的是，就是你在照片上看到的很多像碳纤维的部件啊，像很多这个咱们说金属的这个部件，看上去光泽度啊和表面都处理得非常好，但实际上你拿到手上，我看到这个实物实际上还是不像我们想象当中这么 high tech，
食物还是有一些手工作坊的感觉，还有一些这个粗糙和毛躁的感觉，因为它毕竟不是大批量做的，尤其是它，你看得到就是两块压住头的这个两块海绵这个部分还是相对来说粗糙的。那么，尽管是这样一幅作品，而且我据说是蛮重的，这幅耳机400多克，但是我戴到头上这种沉重感和夹头感呢，还是 acceptable，就能够接受的，完全是能够接受的。声音来说，当声一开声的时候，你就完全忽略这些东西了。什么叫财大气粗？你走到泽森展房，你就知道了。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像塞尔维佳履带耳机 Real，像这个韩国的数波品牌 Orenda，像美国的这个胆机 Manly 之外，下面所看到的所有品牌都是泽森旗下的，包括有意大利做这个扬声器的 Diapason，它是专门做那些原木箱体的有棱有角的感觉的这种漂亮美观的扬声器。英国的 EAR Yoshino 就是做这个。电子管机的这个胆机的这个厂商，设计师叫 Tim 的 Paravicini 先生，还有英国的 Chord 和弦，Chord，请注意这个字读 Chord，不是读 Chord。意大利的另外一个扬声器品牌 Albedo，它是长条的，然后呢，左右有两块夹板的那个。荷兰的 VDH 啊，这个你很熟悉了，这个咱们说叫云吞河。或者叫万敦豪，都是当天我还看到有这个万敦豪先生这么大年纪这么大还亲临现场，VDH 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品牌了。英国的 Cyrus，他们叫做沙漠王子吧，Cyrus，小小的，出了一个 Cyrus 的这个万的合并机，蛮好，功能蛮多的，声音也蛮不错。德国的 Clear Audio 清澈做 LP 的唱机的啊，顶尖厂商。美国的 Triangle Art 啊，这个品牌有意思。Triangle Art 是做黑胶唱机的，最初是做在自己的这个停车库做黑胶唱机的。然后主持人是叫 Tom Wu，他是一个越南裔的美国人。然后坐在自己的这个停车场开始做停车库呢，做这个黑胶的这个唱盘。然后除了做唱盘之外，他自己对电子管也很喜欢，所以呢有做电子管的功放。那么 Triangle Art 这个和法国的另外一个品牌 Triangle 是两个品牌不一样的。我看到的现场有一款很漂亮和特别的这个产品呢，不是这个 Triangle Art 那个 reference，它当然是很棒，还有一款小小的，我觉得也很棒的，是平时看不太到的，全球限量应该是150对的，就是意大利 Diapason 品牌的，叫做 Caris Wave。如果你们对这个 Diapason 品牌了解的话，Caris 实际上是它一个常青树的这个型号，以前就是小小的一个像喇叭仔这样的。然后呢，Caris 是大概98年开始就推出了，所以到今天为止有超过21年了。那么他们在去年这个推出20年的时候呢，为纪念这一款扬声器推出20年呢，做了一款特别的这个限量全球150对的叫做 Caris Wave 的这个喇叭。Wave 是什么意思？就是波浪啊。那么为什么叫 Caris Wave 呢？原来呢，它这个箱体啊做了一些变化，它的这个箱体用。就是你看到外观上面是一像波浪一样的这种咱们说这个非直面的，是那种波浪纹的这种感觉。这种波浪纹啊，是由人用凿子一刀一刀一刀的把它凿出来的，不是这个就是是是不是我们一般人啊？如果你说要去凿，哎，说不定还凿不出这样的美观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 wave 箱体均出自意大利的雕塑师，这个人的名字叫 Antonio Comini。那么，而且不单单是箱体，请注意，你看，连脚架全部都是这种做法的。所以，这对箱子的这个外观啊，是非常的夺人耳目的，一看就是眼睛就停在上面拿不下来的，的确非常的漂亮。